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这部影片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狂战士里的合成库，来看一下他职业的特定装备哦。首先第一个是双刃斧，就是两把战斧。那战斧呢是这一次的新武器，也只有他买得到。一把战斧只需要6块钱，两把加起来12块，相当便宜的武器。它的强度相当不错，因为它击中对手呢可以加2点伤害，这个伤害呢是永久提升的，整场战斗都有效。进入狂战士之怒的时候呢，会有额外的攻击效果。狂战士之怒呢是狂战士在于血量低于一半之后会触发的特殊能力，在它专属背包里面呢，触发都会加 30% 的速度，然后受到伤害也会减少 20%。 初始的维持时间呢是5秒，那也只会触发一次。他各种装备呢都是围绕着狂战士的模式去进行的。这把斧头呢进入狂战士之后会有额外攻击，然后会伤害加成变成3，会越砍的伤害数值增加比较多。再来是锻造巨剑，笨重巨剑再加他原本的锻造锤，没有一层超能伤害就会加3，那正常超人是加1，那这边变成加3了。那在狂战士之路的期间呢，耐力消耗降低至3，然后冷却速度也降低至3，原本是5秒，所以他加强了 60%。搭配很多层的充能，再加上狂战士模式呢，这把刀要砍到100-200是非常简单的。再来是龙鳞护甲、皮质护甲，再加锻造锤，它的合成大致上都是用这个锤子去敲出来的。那这个其实造价就相当便宜，而且是有点加强的版本。那不过呢，它这个加强都是加强在狂战士之怒的期间。在这个期间呢，我们获得40的护盾，受到伤害再减少 15%。那这边也有手套版本，变成龙爪，有 10% 几率抵抗中毒，然后这个期间呢会加 40% 的攻速，原本这个手套只有加 20%、所以在这5秒内呢会有2倍的加速、所以这个也是不错。那再来就是龙鳞靴，是皮质靴的合成，这也是这个皮质靴在游戏中唯一的额外合成哦，有 25% 几率抵抗冰刃。进入狂战士呢会进化3层经验效果，然后获得1层充能跟8点的护盾，那这都是单次触发的，所以它的效果其实没有到很强，但是可以防冰刃是还不错的。再来是锁链边、荆棘之边，再加锻造锤，每移除对手1层的增益效果呢，造成伤害会加1哦。它击中对手呢，就可以移除2层的随机增益。那进入狂战士呢，还有额外的8生命值的恢复，所以它可以消别人的状态，然后消的越多呢，它这个伤害也是越多。这个算是比较独特，边攻击边消状态的武器蛮少见的。在狂战士的职业分支呢，有一个狼徽章，可以让你养3只特殊的新宠物。这边是全人的狼，然后再加锻造锤，它每3.5秒呢会获得随机的这个各种状态。那周围型号的多虫或多食物呢，触发会加速。那这个职业最重要的就是充能，会蛮需要的。再是勇敢的狼，旁边的型号如果有宠物呢，它造成伤害就会加2，也是这3只狼其中唯一会攻击的宠物。它的攻击呢不会被护盾阻挡，也不会触发尖刺，所以它是穿透伤害哦。再是睿智的狼，每4秒可以获得12层的护盾，还有进化1层的冰刃，那护盾的获得量会加1，这个包含你其他各种装备的护盾获得都会加1。那旁边每一个型号宠物呢，触发速度会加 15%。狂战士的抓手武器呢，算是造价都蛮便宜的，它的锤子呢根本不用消耗，不用花费哦，所以它这个合成是蛮简单的。以上呢是狂战士所有能够获得的东西。它的战斗模式呢，大致上都是一把比较大型武器，然后它可以装备非常多的宝石狼位。它有一个职业呢，是专门有符文宝石的。这些符文放在武器、护甲或背包呢，都有不同的能力哦。这3颗符文呢，效果都是蛮强势的。也有职业呢，可以比较高几率造成晕眩哦，所以它也可以走晕眩流。狂战士的攻击就比较直接一点。许多机器人都围绕了半血族的狂战士模式，所以它打起来会有点反杀的感觉哦。以上狂战士所有的合成方法分享给大家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